头条开讲，我们要冲百万订阅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现在是 war crime 啦，战争的罪行，所以普丁是战争的罪犯了吗？因为英国警告嘛，哦，普丁跟他指挥官可能触犯战争罪，面临起诉。然后呢，因为乌克兰又告俄罗斯是种族灭绝，然后动作也挺快的，3月7号听证会，然后地点选在荷兰海牙的和平关，赶快来处理哦。所以现在是要施加这个压力给俄罗斯的普丁了吗？但是有俄罗斯的学者哈，在这个时候就是说，是怎样？是现在哈，小心他要怎么样？要再出招？那到底会是什么招呢？他就直接指说啊，普丁最近已经先把他的家人安置好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地下碉堡，那可能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就开始啊在猜。难不成真的可能要发动核子战争了吗？他要动用核武了吗？所以先把自己的家人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准备要这么做了吗？来，大使。第一个联合国哈，它是一个没有制裁力的一个国际，尤其对于司法判决了，它没有执行力，你知道，所以他现在是在这个种族灭绝公约底下啊，他在那边哈开一个听证会，他不是要做任何裁决的。那么也不是在国际法庭，他只是在这个国际法庭所在地哈，这个荷兰海牙哈，那他是在这个种族灭绝公约底下之下。那国际法庭啊，我还稍微懂一点，他有一个叫认责条款。你加入国际法庭的时候啊，你可以保留我有些案件哈，我不让你国际法庭拥有审判权。所以这种什么战争的部分啊，大部分都没有人有审判权的，国际法庭也没有审判权。这叫我加入的时候我就已经说这些权利我保留，我不把这个哈审判权哈，我不认为你有审判权，你就可以保留。所以这个不在国际法庭，这是在这个所谓的种族灭绝公约哈里面的下面开一个听证会。是，听证会只能造成一个什么呢？听证会只能造成一个什么叫 peer pressure， 就是一个哈同侪压力。那事实上他没有任何的牙齿，他没有任何执行力，而且这种听证会哈，基本上的话哈，他是可能的话就是说基本上哈也有合议制在里面，他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说你有司法权，这个机构是没有司法权的。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一种哈，也是一种新战的，我认为是整个是新战的一部分。是，那就是说普丁家人哈，因为这个新闻是英国的《每日邮报》哈，这个家人哈，我一看到英国《每日邮报》，我说他最近是不是已经变成谣言机构了？放了不要多少谣言出来。普丁70多岁了，他父母亲可能都不健在了啦，他也离婚，他没有太太啊，对不对？他女儿也很大了，我不知道他说把他的家人是藏什么家人哈。所以你觉得这可能又是一个？这个哈，这个报纸是那个引述来源，我听说就是说是一个专门哈抹黑俄罗斯的一个专家，对，他有引述来源，这个人已经抹黑俄罗斯已经不晓多少年了，所以这些啊，就是我现在对英国的媒体啊，真的有一点看不起他们了。不，《金融时报》还好。啊，不是，他这个《每日时报》《每日邮报》《每日邮报》，这是英国《每日邮报》出来的。哦，那我是真的对他们这些哈，这些报道哈，我是觉得真的是，我是相当的保留。而且我最近发觉这个前一阵子讲这个什么。俄罗斯每天花5700亿台币，也是他们弄出来的。对呀，连那个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今天还有包括美国情报单位说，普丁变得越来越怪了，不理性了，对于西方制裁极度的愤怒了。然后呢，制裁行动加速，局势升级，已经超出预期了。然后甚至还有一篇是西方媒体啊，把他的这个照片啊，就把他PO出来说他脸色很苍白，还说他是眼神死，是近照，大不如前。他们美国媒体以前常常这样搞拜登啊，说他有。我也觉得拜登越来越古怪又不理性。美国媒体不是常搞拜登吗？还是同样方法来搞普丁嘛？就是啊，我是觉得这些媒体啊已经变成。其实玉琪，我跟你讲，你要讲战争罪啊，那请问美国伊拉克杀了多少人？对，阿富汗杀了多少人？有被送到法庭吗？战争罪这个就你除非抓到那个人啊，不然你要判什么战争罪？基本上。有以色列去轰炸巴勒斯坦呢，轰炸叙利亚呢，那都没有战争罪，这个怎么可能成立嘛？对，
是，但是问题哈，今天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是不是他快抓狂了？哎，会有人这样联想吧？但是这到底要怎么解读？日本自卫队说俄罗斯直升机入侵领空，哎，俄罗斯的直升机都来了，然后日本自卫队赶快紧急升空，吓坏了吗？哦，这是在北海道的附近。再来，俄军有宣布核潜舰出海军演，在西伯利亚部署，还有飞弹发射器，目的是要在剧烈变动的情势之中强化机动性。核潜舰啦，哦，又听到这个核子核战的危机，难道就真的来了吗？赖老师，我觉得你从这两个动作，你就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俄罗普丁可能不是美国情报所说的那样，而且完全相反，他是一个高明的一个战略啊，一个部署。为什么说是高明的战略部署？因为在远东这个地区啊，俄军他目前来讲一定会把远东地区的部队往西部调动，作为预备队。是，也就是说，当他在乌克兰的时候要投下更多的力量去压他的时候，你要有预备队做补充。那预备队做补充的话，最好的一个方式，因为他现在跟大陆的关系非常稳定，非常好，非常稳定非常好的情形下，所以他没有安全上的威胁。那如果会对于俄罗斯会有安全上的威胁，那就是在遥远的远东，距离日本的这个附近。是，那日本在这段时间内啊，因为日本跟美国已经做了几个动作，也在引诱日本上钩。我觉得这个动作是很危险的，对日本来讲也很危险。所以日本我觉得也不能够完全排除日本啊，也不会卷入战火。所以我觉得日本的政客必须要有良心，要有理性，而且要有智慧来判断。为什么？因为美国他做了，这都是在二月到现在这三月哈，我想跟观众朋友很简单的说，第一个，美国他撕毁了他过去的雅尔达协议，也就是雅尔达协议的时候，这个美国罗斯福跟丘吉尔他们是承诺北方四岛是属于俄罗斯，再强调北方四岛是属于苏联，所以当时他们三国都有签协议，这个协议是法定文字。那现在的情形是，美国的现在的总统拜登撕毁了这个协议，他说这个北方四岛是属于日本的，这是等于是北方四岛从前属于前苏联到现在改口了，说属于日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跟日本在上上个月，那么由加州的国民兵啊，就是国民警卫一个师啊，应该是第四师，然后到了日本去，跟日本进行这个岛屿的这个登岛夺岛的演练，这个对俄罗斯的解读来说，是美日打算趁俄罗斯空虚的时候去把北方四岛夺下来。那日本故意放出一个新闻，说是要对钓鱼岛，但是我们都很清楚，钓鱼岛太小，小到不行，所以它一个排顶多一个连，那就塞满了。所以一般来说的话，不会再动用到美国的一个陆军师，尤其是步兵师，这个美国已经很久没有出动这个步兵师，所以躲钓鱼岛的可能性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都判断它很有可能是为对于北方四岛的动作。另外就是就在这两天，美国跟日本在这个冲绳岛的南方有四十几个岛屿在进行这个联合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演习。那在这个演习中，对中国大陆也有压迫，可是他同时在做这个演习的过程中，俄国也可以把它解读成为它是对于岛屿的登陆跟空战的一个演练。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虽然是远离北方四岛，在冲绳岛这边，但是它一转换就可以到北边来。从这样的一个军事演练来看的话，那么再加上日本它跟G7 是同一个步调，也对俄罗斯实施这个经济制裁跟这个 SWIFT 的金融制裁。是，那我觉得俄国在这个时候把直升机压到你日本的领空，对，其实是对你一个警告，施压警告，一个施压一个警告，就是我警告你，那如果说你日本再走多一步的话，那这个战火可能就在远东开了。而在这个时候，俄罗斯宣布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进入了警戒状态，进入警戒状态，而且他下的命令是他们开始执勤了。我想跟观众朋友报告，就是军事用语里面警戒状态开始执勤，也就是这些核动力潜舰都要进入随时接到命令就要打仗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核动力潜舰在各大洋中美国没有办法完全捕捉得到，是，
那么也不知道他有多少船舰是在日本的周围，也不知道他有多少船舰是在美国或是欧洲的周围。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地面的机动的这种洲际的弹道导弹，以及空中的这个导弹，专门都是装核弹头的，那么也开始在启动。那么其实这个部分里面就是普丁跟北约的国家下了一个最后的通牒，你们如果越过我的忍耐的红线，你可以支持伊拉克战争，但是你没有资格制裁我，你制裁我到一个底线的时候，我忍无可忍，我就不会再忍。所以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你制裁要适可而止，这是一个警告。那两个警告，一个就是你西方的领导人骂我普丁，骂美国，骂俄国，你要适可而止。第二个就是你的动作要适可而止。所以你看，当普丁发出这个讯号，跟他们的核战略动出开始出动了以后，你看我今天一直查，从昨天查到今天，这些欧美的领导人嘴巴都闭紧了。以前骂普丁是骂得完的，对，现在嘴巴都闭得紧紧的了。为什么？因为怂了嘛。好，可是呢，拜登好像一直想要拉着中国哈，来，这个拜登呢，他还在今天这个演讲当中啊，说，如同我告诉习近平啊，跟美国人对赌从来都不是好选择啊，这个眼里就是要抗中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有动作，说研究所有现有工具跟可能的新工具，打击中国政府主导的非市场行为，所以接下来又要再出什么招吗？不过在此同时，现在呢，你看到了，哎，针对这个工商银行跟中国银行，据传要遵守对俄罗斯制裁，有关俄罗斯大宗商品的贸易融资，特别是美元的融资。好，我请教一下亮哥哦，就现在呢，其实大家都关注的就是中方的态度。不过今天呢，拜登在演说当中还不忘再提一下习近平，又提了一下中国，你觉得是不是都还是持续想要给中国一个压力呢？其实中国是没有加入制裁了。你不要以为194个国家都加入制裁啊，没有这回事啊。当然，印度也没有加入制裁啊。那美国怎么不去谴责印度呢？是啊，对不对？事实上是因为中国有分量，所以美国注意到这是一个大破口啊。这个大破口有几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所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只有香港继续跟俄罗斯往来。这个太明显了嘛。因为其他地方新加坡也加入了。东京、纽约、伦敦都加入了，法兰克福也加入了，就只有香港是个破口。OK， 那第二个就是当然就是能源大单、粮食大单嘛，这个就稳住了至少俄罗斯的一些基本的收入了。是，所以那中国也是很聪明的，因为他也不想完全站一边呐。所以比如说他，你刚刚提到的那两家银行啊，那两家银行就是跟欧洲跟美国来往比较密切的银行。所以它涉及的美元交易比较多，所以它就加入制裁，可是中国也有另外一些银行跟美元没什么关系的，是，比如说进出口银行啊，那好像中国开发银行，它就不甩这个 SWIFT 的抵制，就它有区别了啊，所以它是很巧妙的在利用它自己的工具跟实力了，坦白说了，可是它也没有说。他支持俄罗斯入侵啊，他没有这样讲啊，他只是没有加入你美国主导的制裁啊。是，可是这种国家很多哎、投弃权票还有一个国家叫阿联酋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中东大部分都没有，都没有参加制裁啊。除了其实西班牙新加坡也不算是加入，他有加入金融的部分，对，他只加入金融，只有金融的部分。他有说明，其实亚洲。只有日本、韩国、台湾跟新加坡嘛，其他都没有加入，其他都没有加入了。所以我的意思说，美国如果是要救，你中国怎么没有参加制裁啊？那这种国家多嘞，所以他除非找到一些什么理由说，你在积极帮助他侵略，那事实上就你找不到证据嘛，因为他跟俄罗斯以前签的那些能源的条约啊、粮食的条约、那个采购条约啊，那早就签了。那你不能够说，现在美国当然就是要抑制，说你知道他要入侵，所以你故意帮他。他当然就是要这样，可是你没有证据嘛。是，坦白讲，我认为中国是不是知道他要打到基辅，我都要打个问号了。他可能对那两个共和国可能有告知了，可是你说要打那么大的全面，坦白讲，很少人
几乎没有人预期到了，好像只有赖老师预期到。是啊，那对对对，对于这个京军事的行动的这个判断嘛。可是其他现在很多的国家，你刚刚讲说欧洲的国家怂了，可是哦，你看现在呢，包括波兰啊、保加利亚啦，哈，其实坦白讲，他们本来啊都说，哎，是不是按照欧盟的说法，应该要提供战机帮助乌克兰？可是后来他们讲说，我飞机不够用啊。那保加利亚的国防部长却又因为拒绝称俄罗斯的入侵而为战争而被解职，所以现在在为俄罗斯辩护的只有什么？北韩，说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威胁啊！哦，来，今天先谢谢大家哈，记得大家要增加我们的点阅，增加回看哦，好，订阅头条开讲的频道，也谢谢大家，也谢谢三位嘉宾，感谢。秦教官下召集令，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疫情呼吁大家加入订阅冲刺的行列，距离百万订阅呢，只剩下5到10万的差距了。所以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按赞、分享、订阅，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